你知道厂区内有多少机台总是修很久还是修不好，又有多少机台总是待料很久闲置在那不工作呢？而又有多少机台现在能够立即接单工作呢？机台工作该如何合理分配规划？您还在忽视厂区产线闲置时间吗？还在继续放任设备架动率低落吗？我们该如何有效掌握厂区架动率？事实上，在厂区内的三色灯系统灯号显示都代表着设备每一个时刻中的状态，我们可借由搜集此状态数据来换算厂区的架动率，了解制程设备的运转状态，进而改善产线生产效率。固德的三色灯架动率管理系统只需要简单在三色灯上安装感测器，就能急速转型工厂智慧化，只需一天，让您随时随地掌握架动。